首先我们看名片值是57乘93的无间距的排列在一起。拿到机器以后，接通电源，把中线对牢刻度尺的中间，名片纸推到刀口到位，推紧，然后卡纸刺卡牢。上面也是一样。打开旁边左边的电源开关，打开，红色指示灯亮，电源接通。然后纸推到底，